当提到一个城市时，首先唤起你记忆的是一些标志性的特色美食、自然景观、建筑物等。其中巨型建筑是让人快速识别这个城市的重要名片。今天的33号放映室为大家带来五个非常奇特的巨型建筑。世贸洲际酒店。世贸洲际酒店位于上海市松江国家旅游度假区的天马山深坑内，是世界上海拔最低的酒店。2006年以前，这里是一个矿坑，深80多米。直到2008年，在深坑中创建酒店的方案正式确定，由阿特金斯团队设计。该团队也是迪拜帆船酒店的设计团队。在矿坑岩壁旁建造巨型建筑是一项巨大的挑战，受到地质因素的影响，施工难度非常大，只工程桩就耗费了2年时间。2016年主体结构封顶，在经历2年的时间装修后，2018年酒店开业。建造过程历经12年，整个酒店格局为地上2层，地面以下15层，其中水面以下2层。项目花费了上百亿人民币，被美国国家地理誉为世界建筑奇迹。阿莱姆文化娱乐中心。阿莱姆文化娱乐中心位于土库曼斯坦，从外观上你很难看出这座建筑的用途。整个建筑高95米，顶部有一个17米的装饰物。实际上这里是土库曼斯坦的文化娱乐中心。建筑的上半部分是世界上最高的封闭空间摩天轮，高47米，建成共花费约6亿元人民币，2012年正式对外开放。虽然白天看起来建筑很普通，每到重大节日的夜晚，建筑的灯光会亮起来，这也是这个建筑最漂亮的时候。斯洛伐克广播大厦。斯洛伐克大厦位于斯洛伐克首都，它的形状像一个倒立的金字塔。项目开建于1967年，受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，直到1983年才竣工。这个大型建筑高80米，采用当时流行的舒适的建筑风格建造，主体采用钢材作为主要材料，内部空间利用率也很高，拥有一个大型的音乐厅。这个现在看来很丑很土的建筑，在当时来看是很前卫的。建筑设计者有意识地避免复制当时高层建筑的主导风格，将低矮的街区与高大的办公楼结合在一起。相反，该建筑更具表现力并具有独特的风格。2017年，该建筑成为斯洛伐克的文化遗产，同时被知名建筑杂志《建筑文摘》评选为全球最丑的大楼之一。白浪河大桥。白浪河大桥摩天轮坐落于潍坊市，2018年正式投入使用。大桥横跨白浪河，全长540米，采用桥梁与摩天轮相结合的形式。摩天轮伫立于大桥中央，直径125米，总高度145米，有36个轿厢，每个轿厢能够坐8到10人，运行一周约需28分钟。与其他摩天轮不同的是，白浪河大桥的摩天轮没有中心轴，运行时主轮盘不转动，轿厢通过轨道沿转盘转动。摩天轮整体采用钢结构，设计灵感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龙，整个轮盘如一个首尾相连的龙脊，一共消耗了4600吨钢材，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无轴式摩天轮。广州元大厦。广州元大厦位于广州市，是由意大利人约瑟夫设计的一座近似圆形的建筑物。2013年落成，2015年投入使用。大厦高138米，一共有33层，直径146.6米，内圆直径47米，总投资额有10亿元人民币。大厦在设计上采用中国古代的铜钱样式，同时与珠江水里的倒影形成八字，寓意生意风生水起。它是世界上最高的圆形建筑物，虽然第一眼看上去很土，但作为地标建筑，它能成功吸引大众的眼球。2017年第八届中国十大丑陋建筑评选将广州园排在榜首。地标是一个城市的名片和象征，每个城市都会创建出极具特色的建筑物来提升其知名度。这些在大众眼里很丑很土的建筑，恰恰吸引更多的人来参与讨论，达到传播的目的。你还知道哪些奇特的巨型建筑呢？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